各位汽车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请代表台湾 Mazda 汽车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全新 Mazda CX-9 的媒体鉴赏会。 CX-9 作为台湾马自达在台湾价格最高、定位也最高的旗舰产品，它是台湾马自达品牌形象经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那关于这部车呢，我们希望透过导入全新的 Mazda CX-9， 不但可以提升品牌形象，同时间呢，也可以完整我们在台湾的产品线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不但可以扩大接触我们的新客群，同时间呢，也可以提供所有 Mazda 的品牌爱好者以及现有车主一个升级购车的理想选择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全新 Mazda CX-9 拥有多项的创新设计。从外观看起来呢，虽然它的尺寸非常的庞大，但是透过混动设计笔触的修饰，那显得潇洒灵动，同时间呢，又显得出它的稳重感。那同时间大家可以发现到说，在它独特的车身设计以及大尺寸的铝圈的搭配之下，整辆车子呈现一个梯形的站姿，让人充满了信赖感。而在内装的部分呢，我们的用料也非常的讲究，完全符合所谓旗舰级产品的顶级定位。而在动力的部分，这次我们首度导入 SkyActiv 2.5T 汽油涡轮增压引擎，这也是目前在 SkyActiv 技术架构下的第一颗汽油涡轮引擎。好，那这一颗引擎最特别的地方呢，是导入了动态可变涡轮系统以及水冷式的 EGR 系统。那在这两项系统的加持之下呢，不但可以在低转速2000转就能够迸发出 42.8 公斤米的最大扭力，同时也能够兼顾现实生活中的油耗表现，在我国能源局的油耗测试中也缴出了每公升可以行驶 11.3 公里的优异表现。同时间在这一个集聚的买家最在意的也就是安全的部分呢，我们的 CX-9 也不含糊，全新 Mazda CX-9 除了通过澳洲 NCAP 五星安全认证之外呢，同时间也搭载了完整的 iActive Sense 主动安全科技，让这辆车在这个等级中那可谓是一时之选。全新 CX-9 的导入，我们希望呢可以提供给客户与传统豪华品牌的 LSUV相媲美，甚至是 CP 值更高的 Best Buy 的选择。与一般的 MPV 相比，我们提供了更强的动力、更帅气的外形、更好的内装用料以及更齐全的主被动安全配备，相信一定能够满足这个集聚的客户所需要的一切特质。谢谢。